戏们唱灯，叫他抬起头来。是，抬起头来。妙哇，忽然与众不同。张领等不做亲政，汴梁之情
千岁爷依然
小女人的。就是这般过寂寞，就是这般过寂。好好好，你叫他们排开了，站起了。我想此刻是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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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。干嘛？
且看你的造化如何。是。想什么？我来问你们，千岁爷再次作甚？再次表白。快快拿本拿本拿本。张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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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不好！金牛河东犯了节节洞。汴梁居民人等应听，从今日朝，这是太后传来的密报，千岁爷一见，是他魂不附体，退日后堂，亲手劈了八个大字。等等等等等等，这八个大字呐，冤家到了，速速自裁。千岁爷是紫禁身亡的，本是你的家汉，与你们一字无干，一字无干，是什么无干？少时到了天明，又进军我方，我们团团来压制，团团来压制，剿灭家康，进界之罗，像你们。这伙人呐，没有好有的兵，逼得我来，逼做那滚烫脱老师，什么本钱？你们这一窝啊，没有啊，都是该死的了。
你随他们跑，跑往哪里去呀？东孟先生救命之恩，不知何日得报。你还想吧，看你小小年纪，做出这样滔天大祸，到哪里去安身呐？先生，我倒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？那位秦浩王在我船上避难，如今他往河东去了。先生送我到河东，见了那秦浩王，我就有安身之处了。哎呀呀呀呀！看他不吃，哪里会有个硬棒根子呢？啊，小娘子，我送佛送到几天，我把你送到河东，见了秦河王，可不要忘了我万家春呐、啊！先生可是真言？岂有假言？